哇，这是扮演谁？你们看吧。这是谁呀？哎呦，在下姑苏兰家兰二公子兰湛，字望姬。质量太差了。字望姬，那个什么丝还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贴的丝袜，那个发网那么个。你是谁？我劝谁呀？像杨二成那么。我感觉他自己还挺享受这个造型的，只能说杨二成那么老师的那个造型太根深蒂固了，只要看到大红花就往杨二成那么老师身上靠。但李君，哎，我觉得你有点像王一博。就是呀、啊，就是王一博那个蓝忘机。不好意思，没有见过这样的蓝忘机。我那天那么难看的吗？你才知道啊。好看吗？还行。但是你看我的头皮，不是发套那个地方没粘好，对，没粘，对，就显得那里也没有头发，好像个秃子啊，好难看，好难看，别放了吧，太丑了，王一博肯定会告我。